7月25号，网上曝光了一组周迅和陈坤一同外出聚餐的画面。当天陈坤打扮得很是低调，身穿白色 T 恤，戴着帽子，肩膀上还挂着一个包包，笑容灿烂地向门外走出，看起来十分清醒，步伐稳健。坤哥酒量是很好了，周迅则是在助理的搀扶下离场，并用头巾遮住脸，看起来有些醉意。其实陈坤和周迅两人一直是多年的好友，不仅在大屏幕上有画皮等多部作品合作，私底下两人关系要好，经常外出聚餐放松。芒果捞新闻羡慕这样的友谊呀，不倒。